你是用什么特权？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每天上班只想着准时下班。不做不做啊，我自己做啊。制度可以救人，它同时也可以杀人。所以解决制度的方式就是唱 rap 咯。我不是组织，但是我是你学长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叫你不要管。你怎么老是那么固执呢？这些购买器材高出来的差价都是用来打通关节的。不用靠这种旁门左道。你当初跟我保证你会救活我哥的。我保证我一定会救活他。都是你害的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救活他。准备练级。准备练级。